现在又回到罗马，然后坐上罗马的 A 线。A 线跟 B 线真的是完全的不同。B 线很像是贫民区 ，A 线就感觉很像哇高级区。那整个。整个感觉跟台北很像很像，所以我比较喜欢这边，还有它的电池，然后大部分的人也是欧洲人居多，所以每个车厢也都是通的，然后也有电子的看板，所以我觉得A 线或许真的是比较高级的。好，希望这一趟最后两天一切平安。